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rry。 我们今天呢来看台湾对美国的 U12 这场比赛。那这场比赛呢关系非常的重大，因为呢美国是全胜，那台湾呢今天要赢美国，明天要赢韩国呢才有机会在礼拜天打冠军赛，否则很难打，最多只打第三名。我们今天去看比赛吧， Let's go。这场比赛因为下雨的关系呢，所以它有 delay 了一下，下雨停了，我们继续去看比赛吧。感谢你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你。今年的冠军杯，因为呢去年疫情没有办，所以延到今年才打。我看到师母。看到师母 是你吗？师母是我吗？不是我。好了，我们去跟他拍照。他超会跳舞的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后面那一个人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Thank you so much. You did so well. 谢谢。比赛结束，来看两场，输两场，我是柯西吗？喂，对，今年呢，顶多是第三、第四冠军赛是没有办法的。好，来，明天星期六，我们将在这边对上韩国队哦，我们会在三垒侧应援台继续来为中华队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回家小心。哎，好了，大家应该三四平见了啦。那虽然这一届，大家也辛苦了，但这当然这一届可能没办法拿得跟像以前一样的成绩，毕竟之前都有进决赛，但。美国真的好强啊！有够强的啊！哎，真正你每都大只，每一支真正拢看拢会惊的，我多啊，我都拍到安尼真正袂歹啊啦！对啊，明天赢韩国，对啊，明天赢韩国，拜拜。他们等他们啊！对啊。加油！加油！明天赢韩国。观众朋友们，工作人员将进行最后的清场工作，但是提醒您离开座位前，请记得您的随身物品。为保持干净整洁，麻烦提醒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左手将您的卫生纸交给。OK， 那我们来，快点，来外面集合一下，外面集合一下，从外面放着，放东西，放着，快点。我不要你们自己给我们算什么？好了，明天再看韩国的比赛吧。好，改这边的号码。比
上的影片呢，希望你会喜欢呢。一样的，如果你喜欢，不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 Jerry， 我们在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，拜拜。队长跟前面再说。统一吹面，统一吹面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rry。我们今天呢来看台湾对美国的 U12 这场比赛。那这场比赛呢关系非常的重大，因为呢美国是全胜，那台湾呢今天要赢美国，明天要赢韩国呢，才有机会在礼拜天打冠军赛，否则很难打，最多只打第三名。我们今天去看比赛吧 ，Let's go。这场比赛因为下雨的关系呢，所以它有 delay 了一下，下雨停了，我们继续去看比赛吧。感谢你辛苦了，谢谢。谢谢，请感谢您。今年的冠军杯，因为呢去年疫情没有办，所以延到今年才打。我看到师母，看到师母，是你吗？师母是我吗？不是我。好了，我们去跟他拍照，他超会跳舞的，可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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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后面那一个人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Thank you so much. You did so well. 谢谢。比赛结束，来看两场，输两场，我是柯西吗？不会。对，今年呢，顶多是第三、第四冠军赛是没有办法的。好，来，明天星期六，我们将在这边对上韩国队哦，我们会在三垒侧应援台继续来为中华队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回家小心。哎，好了，大家是应该三四平见的啦。那虽然这一届，大家也辛苦了，但这当然这届可能没办法拿得跟像以前一样的成绩，毕竟之前都有进决赛，但。美国真的好强啊！有够强的啊！真正你每打都大滴，每一支真正拢看拢会惊嘞，无多啊！我都拍到安尼，真正袂歹啊啦！对啊，明天赢韩国，对啊，明天赢韩国，拜拜。他们等他们来，然后再加油！加油！明天赢韩国。有观众朋友们，工作人员将进行最后的清场工作，但是提醒您，离开座位前请记得您的随身物品，为保持干净整洁，麻烦提醒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随手将您的卫生用具呢。OK， 那我们来，快点，外面集合一下，外面集合一下，从外面放东西，放着，快点。加油！继续努力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好。
你那也不知道啊。平安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平安，谢谢。好棒，你好棒。我要回高雄。我不要，你们自己去弄算什么？好了，明天再看韩国的比赛吧。以上的影片呢，希望你会喜欢呢。一样的，如果你喜欢，就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 Jerry， 我们在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，拜拜。队长，在前面再说。统一吹面，统一吹面。